經濟靠啲邊個？靠商界自己去管理，靠商界自己去靠自己嘅服務去吸引到人流啊嘛。咁政府就係得政府去做宣傳啦，可唔可以吸引到人流？唔係有哥，你有聽先？我哥轉面講話係影響緊整個行業，就係因為我哋有嗰啲國際組國際舉組織嗰啲活動啦，就可以引起附近嗰啲消費啊嘛。我有科學點解可以引起消費啊？有科學直線邏輯組噶，我想見到嘅係要真正決定佢哋有冇消費意欲嘅，係佢哋知商界做得好唔好。試問有科學啊？如果佢哋而家李家超叫你去香港影影仔，但係佢100蚊買1盒，大家有科學去唔去？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容我先回答有方同學的問題。其實有方同學就話啦，政府搞交通、搞基建或者係搞城市就可以吸引到人流，但其實諗深一層，政府喺任何事務上面都有呢啲協調者搞基建呢個角色，但咁樣就唔通教佢喺教育入面政府又有較大嘅角色，乜嘢都係政府有較大嘅角色咩？其實喺夜經濟上面，執行者、投資者、得益者直接影響到市民消唔消費嘅商界先至係最重要嘅角色。在我講我方論辯之前，容我先補充夜經濟的定義。夜經濟的定義是每日下午六時至第二朝的六點，持續地在全港各區進行的經濟活動，包括了餐飲、購物、餐盤等。他們不只是觀塘、灣仔、尖東，還可以包括我校所在屯門的紅橋，還是友方同學所在荃灣的眾望街等。因此今日衡量角色大小可以從三個方向去諗：一、政府只是倡議者，但長期投放人力物力的是商家；二、疫情之後，香港政府希望已提出搞香港夜繽紛嚟振興夜經濟，但要留意政府角色只是規劃並且提供基本的支援，但這些都只是短期，要夜經濟有成果，最終都是要靠商界自己的實力。我們簡單以花市為例，花市是由政府提供場地並且作出統籌，但花市最後吸不吸引到人流呢？怎樣可以吸引到市民洗錢，都是看商界提供了什麼質素的服務和產品，政府當中只是做一個輔助角色，夜經濟成敗關鍵仍然在商界手中。除此，港府策劃幻彩榮香江、國慶煙花、年初一花車、年初二煙花等，這些本身都是商界參與，例如幻彩榮香江就需要同商客合作，而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商人怎樣趁著煙花去吸引市民去洗錢和遊客去消費，先有提振經濟的作用。試想想，雖然政府有煙花，但尖沙咀的食肆和商店完全都不提供一些優質的服務，夜經濟根本就搞不成。因此在夜經濟中要投入最多創意、人力、物力、資源去推動的一定是商家。二、政府有責振興經濟，但振興經濟的投資者和得益者都是商界，所以商界才是主角。政府搞夜經濟不是為了自己的，是為了商界去搞，在推動初期政府或者可能會有帶動的角色，在推動的過程之中可能都會有監督者的角色，但這樣是否代表重要呢？還是直接影響著夜經濟成敗的受益者商界重要呢？台灣士林夜市、韓國明洞夜市等夜經濟都是靠著各商戶自己延長營業時間，政府當中的角色是什麼呢？市政、衛生、治安，但當中醒目的招牌、多元的貨品、優質的服務、良好口碑，全部都是靠商家。而政府想不想付錢？不用，靠的是商家自己投資。而夜經濟賺錢又入邊個袋？是商户，商界有錢收，咪達到咗起初推動夜經濟的目的咯。所以商界一定比政府有更重要的角色。三、振興夜經濟為了取悅消費者，而在接觸和吸引消費者上面，商界都有較重要的角色。其實舊有的夜經濟，例如是蘭桂坊、女人街，從來都不需要政府做乜嘢嘅推動的工作，因為有利可圖，商界自己就會想方設法去做生意。政府的角色很簡單，就是做協調的角色，訂立一些令到商界可以公平競爭的條例、政策便可。事實上，商界上面都有很多人才比較靈活，更加懂得商業政策去應對風險，而政府的特色性就是按章辦事，因此往往錯失良機。事實上，政府帶頭去搞生意，失敗例子佔多數，例如啟德郵輪碼頭、西九文化區、海洋公園等等，幾乎沒有一個成功的例子。由此可見，政府真的比商界懂得如何有成本效益地做生意。如果我們說政府在夜經濟上面有更重要的角色，真的很令納稅人、消費者和市民擔心。綜合以上三點，商界在夜經濟上面有著更重要的角色。多謝各位。
概全知。嗱，呢個嘢時間成唔成功，然後商界佢自己嘅服務同埋質素，不如有方子同我講咁樣嘅情況之下成唔成功？係唔成功嘅，係唔成功。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就係講我哋主面講緊嘅就係要睇有持續性嘅需求啦。咁我哋喺雙方達成共識之後，再睇第二條問題。有方知唔知點解咧？香港夜奔分會成功？阿芬羅，等等先，等容我補充少少先。嗱，唔成功，但係政府係下一個協助嘅角色啦，佢係有責任佢喺宏觀嘅經濟入邊去提扶持一啲細嘅經濟項目，而最終重要嗰個都係商界嘅幫忙。咁所以點解香港嘢分都會成功？咪就係啲商界做得好咯。商界做得好，唔係我方同你講，係因為政府識揀時間，佢啱好揀中咗喺中秋同埋國慶啱好嘅時間，呢、這個就係我方所講嘅天時啦。所以咧所以其實今日政府咧要做嘅唔單止係提高啲人力，一時之間需要出門口。好似佢嗰陣時只係因為嗰陣時係國慶啦，係中秋啦，可以放假，所以就出嚟落去篤全蛋咁樣啦。但係所以我哋今日係講嘅就係要，我好似我剛主面所講，係要提高人長時間都想出門口，好似我唔端端都會想要落去食串魚蛋咁樣，先可以成功促進嘅經濟啊嘛。有方同同意啊？我唔同意啊，方同。其實咁有方就咁有方同，定係覺得就淨係提高佢一時之間嘅意欲就可以咯？唔係有方同，並唔係講緊提供一時意欲，我哋而係要你商界去確保自己嘅質素。咁即係長時期嘅意欲。係啊，佢都係可以提供到噶嘛。係，商界呢個我哋有達到咗共識啊。所以我哋今日衡量標準就係要睇緊有啲乜嘢因素可以影響到佢哋長時期嘅意欲啊嘛。就係我剛所講嘅天時地利人和。咁頭先有方咧就只係講緊人和方面講話係嗰啲商界係可以搞到佢活動啦，跟住政府只係一個輔助嘅角色啦。但係用一個比喻同有方講啦。政府方方便還是缺錯？而家有幾繁方派出位去自由市場咧？方圓做準備去四強嘅城市，所以有方同學，台灣自由夜市同美館夜市當中政府角色係咪大咗分㗎？係，如果嘅話係大咗分㗎。我已經錯咗啦，咁我啲外國嘅例子就係商界係負責主導咯，跟我哋翻返去香港市場，香港市場就係大市場小政府嘅一個狀態，咁因為我覺得政府嘅角色並唔係咁大。咁政府已經好大嘅因為天時嘅人和啦，已經大力推動香港嘅經濟。係有分我先啦，用鬼有陣明啦，你知。首先政府並唔係推動嘅，我哋可以見到商界先至係真正可以令到，正如你哋所講啦，長時間提升市民消費意欲啊嘛。所以商界要有好嘅策略、好嘅方式之後，香港得效咯。不過唔緊要，我再問翻你，今日推動嘅經濟入邊，究竟係商界負責投資定係政府負責投資啊？係商界啊，係。政府已經大力推動咗。係有好成年啦，係商界負責投資，所以我咧見到一個經濟活動最大投資方向係商界咯。咁仲有既然係商界負責嘅情況下，所有嘅客流量去今日提振經濟時候，商界嘅角色咁就一定係要大過政府啦。唔通我哋有可能係認為政府只要一個號召，所有市民就親身相擁過去提振經濟？唔係㗎，政府係可以例如提供萬家消費券，令市民去。有幫助我提升消費，提供消費券呢啲嘢全部嘅前提要乜嘢？係商界服務，商界服務有質素先得啊嘛。咁我不如問下你咧，我哋話完有幫助我哋睇到競賽嗰啲，首先呢個已經改轉，不如我先舉外國嚟講啦。如果首先吸引到有遊客之後，而商界佢質素唔好嘅話，最後屘有消費券市民又會點樣消費？佢一次之後都係唔去嘅，同唔同意？但係政府已經做得很好啦，佢已經派到萬家消費券俾市民啦。咁市民如果用用嗰啲消費券嘅話，有幫助我可能唔係咁清楚就係話，我提供消費券俾你，但係如果嗰間商鋪嘅質服務質素唔好，我呢個消費券用嚟都係唔用嘅。我收翻嚟即服務幫襯咗一次之後，佢服務好嘅，仲會唔會有市民長時間有意欲去消費？咁高鐵環節結束。在座各位大家好，一副嘅位置用三個辯題嘅字眼去推立上方嘅問題。第一，點樣辨認更加重要嘅角色咧？有分就啱啱聽到就話認為係要睇政府同商界邊一個係實現層面
上面做得更多嘅實事，但係從來唔係做得多嘢就越等於嗰個前行者係比較重要咯。正如如果路上面有個老人或者好驚嘅醫生，即使袖手旁觀，在座各位都唔會話呢個醫生因為乜嘢都冇做，所以對救治病人一啲都唔重要。相反，正因為醫生有能力職責去救人，但佢選擇乜嘢都做，所以佢先係救治病人嘅關鍵。因此，咁雙方都唔可以憑住一個前行者表示有做啲咩或者冇做啲咩去判斷係咪重要，而係佢哋嘅行動對提升市民嘅消費意欲有邊個咁大嘅影響。於是就要看第二個字眼，夜經濟。有方心目中的夜經濟的藍圖究竟是什麼呢？剛剛我就留意到你們曾經提出過蘭桂坊的例子，但其實蘭桂坊都不是同樣可以見到的，是一百公眾。1994年的元旦，蘭桂坊就發生了人產業造成的11人死亡，幾百人受傷。之後政府就在蘭桂坊這裡實施了人流管制，和要求港鐵去延長它這個港鐵的收車時間。我想問，如果沒有配套沒有車的話，人家又怎樣去這個夜分分的場地、夜經濟的場地呢？你去市集，如果沒有車出去或者沒有車回，那為什麼如果你去你就能夠走到回去呢？到最後不如看看政府的這個字眼，分析現在政府的特徵怎樣可以幫助夜經濟。政府一向其實都是市場的領導人角色，可以帶領商界一起發展新的潮流。例如2006年政府實行這個公務員的5天工作制，一改當時6天長短週工作制的神態。時任的特首曾蔭權說，減少了工作日能夠令到市民提升滿足感和消費的意欲。深圳亦都延長了公共服務的時間，例如博物館、圖書館、民政處等等，鼓勵商界一起延長營業時間。而現況下，大部分的公共服務都不符合返學的市民重要，但假如延遲例如我們所說的換領身份證的計劃，換證的時間可以延遲2-3小時才可以休息，自然就可以令到市民收工換證之後順便去到附近的餐廳、戲院消費等等。而政府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不需要以自己賺錢為目的，在經濟低迷的階段之下，政府反而應該投入更加多的公帑去刺激經濟，否則經濟只會更加差。正如夜奔奔市集舉辦不同的國際城市，政府一分的租金都沒收過，但有方商界又可以有些什麼的利益去做到政府的慷慨，考慮自己賺不賺到錢呢？再次輝煌，只不過我哋雙方分歧點樣，而我依家同大家講下啦。
第一，有方同學就話啦，政府要有振興經濟嘅責任啦，所以就更加係重要角色啦，無可厚非。香港政府係確實擁有呢個振興經濟。振興整體經濟嘅重任同埋了解呢個市場經濟需求嘅，而我方都同意政府係要做嘅，夜經濟其中一個項目。但有方同學就喺度同我哋講，政府係宣傳啦，政府係搞氣氛啦，就以偏概全咗啦，就政府有做嘢，但係做嘢多少咧，方同學都係冇比較啦。政府身兼呢個責任，並唔代表佢有較重要嘅角色，正如我方主面所講啦，政府大力發展夜經濟嘅最終投資者同埋受益者都係喺商界嘅本身，商户都係因為自己嘅利益自發性咁樣搞好自己嘅產品同埋服務，甚至會好似過往中環街市啤酒節咁樣，自己賣廣告、自己做宣傳，以吸引人流、增加利潤。可以無論有政府去振興經濟重任，直接影響住夜經濟成敗與否嘅，都係關鍵。第二，有分同學就話這個政府係一個提出者啦，就話佢有交通啦，佢支持非牟利嘅一啲商户啦。但雖然我都唔係好明白同今日夜經濟咩關係，但唔緊要啦。今日邏輯都幾有趣喎。咁政府係當中領導咗啲咩咧？政府係咪當商界細路仔咁樣乜都幫曬佢咧？定係令到啲遊客去香港去參加每一個夜市啦？定係令到啲商界自己裝修自己間鋪咧？定係等十億百億商界咧？全部都唔係嘅情況之下，呢啲根本就唔係領導而係啟動，開始咗做夜經濟呢件事，真正推動嘅落手落腳去做嘅都係商界，都是各位。最初第一部分系时间为3分09秒，过时无需扣分。而家有请甲方第二部辩发言，有3分钟发言。好像現在國家咁樣容許影，好似
有影響用有煙火氣的小販存在，但是第一個必須要是政府可以用願意去重啟那些流動小販。所以最後想問友方啊，流動小販在一個地區入面同時可以做到自力更生和減低居民的生活成本，點解唔好咧？多謝各位。但佢一百都買一盒魚蛋糕，有冇去唔去？
唔係啊，所以今日我哋每一百蚊都係啊，所以我想問一問友方啊，因為友方一直喺度同我哋講緊話只係因為嗰啲互動做得好啦，但係我全場一直喺度問緊你，如果冇聽佢嘅話，咁要點去友方先會回應過？咁所以想問友方啊，如果係你想要出街嘅話咧，如果你星期日至日全部都出翻工八個鐘以上嘅嗰啲時數嘅話，咁你仲會唔會出街？工会嘅入分同埋第一个问题啦，其实我可以解释过啦，嗰啲交通啊基建嘅政策，其实系政府嘅基本责任，系唔需要为夜间就系特别做嘅。而且今日政府放宽咗地铁嘅通宵时间，咁但系其实呢一个系根据商界做得好吸引到人流嘅基础吓。如果今日商界吸引唔到人流，放宽呢啲通宵嘅列车有咩用咧？所以有关头先都系冇听呢个保安二副所讲啦。通宵是不是基本？不是，所以就是說其實今天政府是在對的時候做對的事才可以促進到你們所說的夜經濟的嘛。還有再說，即使是你們的活動真的做得有多好的話，其實今天友方都是反對不到，在地理方面政府是贏了，所以我們再看在天時方面，剛才友方都是承不承認即是商界是聯絡不到國際組織的。首先我可以講個商界不需要聯繫國際組織啦，我想講的就是香港的市場經濟多都是大於市場小政府的角色，商界才是真正推動夜經濟和可以為吸引客流的一個方面的應用。咁我想問有方同學，點解你哋係覺得商界係唔需要的？咁我知唔知乜嘢叫小市場大政府，或者係小政府大市場？知道啊，就係講緊要俾佢哋自己，即係唔好俾政府插手啊嘛。但係問題就係有方就淨係睇到前面嗰部分，冇睇後面嗰部分咯。就係講喺後面嗰部分，就係講緊話，當呢個市場需要調節嘅時候，即係好似而家冇乜需求嘅時候，政府就需要有責任去調節咯。有方同學有識講啦，政府要調節啊嘛，即係個輔助角色啦。而有方同學都講過話，政府係唔可以發到市場經濟，咁點解你會講夜經濟政府嘅係一個自然的條件之下，係由即係喺一個正常的經濟情況之下，即係有需求啦，就啲先叫做唔需要政府去插手，而家係有需要的嘛。第一個，我想問下，所以咩叫正常唔正常經濟先？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是就算疫情過後，商家自己諗辦法。我都係冇否認過政府係需要做嘅，但政府需要做嘅協調角色係咪代表重要角色啊？係啊，如果你而家冇車，你就算你個商界整個活動有幾咁吸引，我真的很想去，但係我冇車去，我點去？其實我哋方已經講過呢啲交通嘅嘢，只不過係政府嘅基本責任，唔需要為咗夜經濟特別去做嘅喎，有冇同學？我明白，所以今日係講緊夜經濟啊嘛，夜晚啊嘛，冇車，所以咪巡到去咯。咁有方同學嘅邏輯，咁今日係咪到補習社啊、美容業啊、教育啊，甚至超級市場或者商場嘅生意如何，都係要由政府最大角色咧，因為冇車，啲人都係去唔到嘅喎。其實究竟有冇車咁樣，咁喺呢個夜經濟嚟講咁樣，我都可以見到嘅就係、是、港鐵方便，如果延長呢個休車嘅時間咁樣，咁都可以推動到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就算而家政府做得唔係咁好咁樣，而去推動夜經濟，我哋要做得更加好咁樣，而唔係就話因為有呢個夜經濟，所以延長。有個同學啱啱同我哋講話，政府因為可以俾到延長通車時間，真係重要。跟住而家你同我哋講話，港鐵自己延長通車時間，咁樣都唔係叫重要啊！我所以我唔明白呢個自相矛盾嘅話啦。你哋意思就係商界如果唔做好嘅話，市民出街啊，用翻你哋嘅邏輯嚟講，市民出街啊，去提振經濟啊，全部都要車內部嘅話，咁即係正如啱啱我剛所講啦，托兒所啊、教育院啊、教育處呢啲，全部都係政府最大責任嘅，係。係啊，我方承認。算有方答唔到唔緊要，我想問有方同學，商界啲嘢係投資嘅人係政府啊，定係商界自己投資嘅？商界自己投資啊？係喎，冇錯，商界自己投資喎。咁政府就係個宣傳啦，搞起風同埋就搞到啲交通嘅時候，點樣推動到夜經濟啊？有方同學，咁有方頭先所講係南桂坊人踩人事件嘅時候，有方自己都識講啦。政府係為咗嗰啲治安啊嘛，咁如果冇治安嘅話，佢次個都人踩人，佢邊個會搞佢？有方同學喺度逃避我方問題，佢都係講緊呢啲。基本的措施，基本無論有冇嘢，其實都係需要警察去維持治安啊嘛，有冇同唔同意先？唔同意啊！咁佢係嗰陣時，因為南桂坊好多人去啊嘛，咁好多人呢個就係超過本身正常嘅限額，咁呢啲咪係額外需求啲資金入去，可能請多啲警察過嚟睇住咯。咁我唔明白點解你會認為我哋平時唔需要治安，唔需要警察巡邏啦？咁我再問你，既然啱啱承認咗商業係最重要投資方，咁你越荒廢時間越長，甲方上月。
可以派出多嘅話俾我哋店員用最短限時間。
我方已經講過，其實決定市民會唔會光顧一個市集嘅第一大要素就係生意，而搞創意正正就係商界嘅角色。商界要成功吸引到人打響名聲，政府先可以發揮協調，例如放寬管制呢啲輔助嘅角色。而有方今日政府亦都冇可能好似有方同學咁不斷有大型活動或者盛事嚟吸引遊客，因為其實一年有方同學一年先搞得個十次體育盛事，咁但係一年有365日，咁有政府又係咪真可以舉辦咁多盛事嚟維持呢個夜市一年裏面可以維持高人流呢？所以其實真正夜市吸引我哋嘅係例如蘭桂坊、女人街、士林夜市、明洞夜市等等，都係靠商界自己打出名聲、出資宣傳，而唔需要政府。而不需要靠政府搞盛事、搞消費券嚟支撐，所以有方同學今日所講，政府搏命宣傳，除了效果不佳，更加令到無助，更加令到商界無辦法自行發展、自負盈虧，自己提供產品質素，加大吸引力、加強人流，冇辦法長期發展，只是為夜經濟強行吊命。第三啦，今日我方睇夜經濟比入方全面。今日有方講夜經濟，主要係針對一啲個別嘅活動，例如香港夜繽紛啊，或者一啲體育盛事。但事實上，今日我方主辯已經講得好清楚，夜經濟嘅活動係遍佈全港各區，所以嘅城市或者商場呢啲冇政府額外提供場地或者協調嘅地方，先係決定夜經濟成敗嘅關鍵。要吸引到嗰啲區嘅市民，自然係要靠商界自己努力合作。而且今日有方為咗搞夜經濟而大改制度，但我都明白到夜經濟只是雲林要發展的項目之一，不應該政府分身去搞。最後問有方同學認唔認同香港要繼續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原則呢？多謝各位。
都係督住魚架，都係督住貴過便利店嘅魚架燒賣。於是友方同我成場比賽都十分之高貴，商界佢所代表嘅創意嘅旗幟旗幟，但係政府冇創意，唔等於商界同有創意，因為自商界冇小販呢啲基層競爭對手之後，變相就壟斷壟斷咗市場。無論商界賣嘢有幾低質有幾貴，市民都係要買食。好似8-8集團咁樣，不斷俾香港人取笑檸檬茶冇檸檬嘅，但無奈嘅係大型嘅商場大多數都係呢啲咁嘅連鎖餐廳。當明佢哋先係令到香港更加悶，冇任何選擇嘅始作俑者。咁既然夜市已經唔再有吸引力，咁政府係咪更加應該嘗試將夜經濟配合唔同嘅地方嘅獨特之處，分散夜經濟嘅場地咧？例如拆牆鬆綁，將觀塘嘅工廈活化做文青天地，有別於市民喺街道行街，佢哋可以隨時穿梭喺工廈之中，喺攝影室、畫室、瑜伽中心、茶居等唔同嘅工作室漫步，平小商户可以睇啲房子發生傳落嚟，甚至旅客真係咁中意香港嘅大學，政府都可以聯同八達喺夜晚嘅時分搞歷史觀賞，參加大學段嘅歷史運藉。唔錯，在各位一個夜平時嘅夜間生活同埋城市活力，從來都係掛鈎嘅。尤其係年輕人嘅活力，但係喺香港嘅年輕人真係開心，每日起碼一個中學生嘅同大學生之間，最多可能被手工站發同埋見面，就更加心思統明。到底講啲乜嘢將香港留住咧？今日嘅議題我自己討論夜經濟，但無論政府發展乜嘢嘅行業，都會面臨一個唔錯，市民對香港嘅未來都抱信心。以上問題，商界能夠做嘅嘢，多謝各位。應該每五秒就五分，未夠五秒都浪費了，計頭先係4:18，五分。而家有請三位評判對今場比賽作一啲評分評語。咁先有請基督教聖約教會天樂中學嘅隊副教師潘俊賢先
啱提到，我以為大家會做嘅時候咧，有翻五年工程，即係當然你應該唔會做工程嘅，因為角色比較啊，可能係咩主導性啊、領導性啊，啲呢啲唔同嘅層面去比較。咁但係你哋個天使嘅人會唔會講？我知佢聽啊，咁天使嚟講咧啊，有能力去資助啦，有時都會啱個時機啦咁樣。咁誒人和嗰個位，其實我都想聽多啲嘅，即係講政府嘅政策。咁我反而咧喺地理嗰度咧。我覺得有少少奇怪，會聽到鄭議員講嘅係交通安全啊嘅配合。咁其實我內心有幾個問題，第一就係、我以為講地嚟講啊，政府咧唯有去呢個地方去安置啲企業啊，或者安置啲商販先會制造影響，所以我以為咁講。但係你講緊港鐵嘅配合，咁我個內心第一個疑問就係物資安啦。咁我諗嘅就係咁唔係夜經濟啊，咁我哋夜經濟可以。有啲就夜經濟對龍交通嘅情況，我出到係夜經濟嘅。咁第二嘢就啱唔係嘅，因為即係呢個當然粵方有嘗試咁俾你哋講呢樣嘢。咁然後你回應解要不是政府推動呢個即係令到啲鐵路嗰啲遲啲去關門嘅人冇咁早去閂，咁啲市民入咗出嚟啊咁樣。咁呢度咧，我又開始有思考，係到底商界同埋政府係定咩？因為其實因為我初頭我仲喺度諗。咁其實地鐵為公司嚟講，咁其實地鐵都係個上市公司，唔係商辦。即係當然我理解，可能你哋眼中港鐵係一間政府會投資或者政府會控制嘅，或者政府會即係嗰個本金其實政府。咁但係其實係一間上市公司嚟嘅，咁佢有一啲決定係即係港鐵嘅高層，即係我只會會面可能入邊有政府力量啦。咁但係佢呈現出嚟就係、是。港鐵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家私營，即係都係一家商界入邊嘅一個分支。咁所以我喺度諗住講港鐵呢個方面，成會唔會有啲唔係咁好咧，或者唔啱咧？調翻轉我好不如建議你，因為我啱啱會有份統計，即係唔係好啱，即係聽大家嘅時候，我都要 fact check 下，我就睇一睇港鐵啲新聞稿，佢入邊會提到一樣嘢，佢個表達係咁。其實點解你哋咁樣表達，就係話即係港鐵會話隨著政府放寬啲乜嘢乜嘢，所以我哋港鐵就乜嘢乜嘢。其實你都表達到呢一樣嘢，即係港鐵其實係自己決定要延長嘅，但係要不是有政府咧，其實你要咁樣表達，而唔係話政府令到延長。即係其實呢度咁樣會變相就會覺得係有個錯誤，因為呢個唔係政府所直接控制。咁啊，唔知你其他巴士都係，即係巴士都係。因為我誤會嘅話，香港所有交通鐵路、交通基建，其實啲政府有份投資，或者政府有冇份喺入邊有好大嘅股份。咁但係佢都係自己個人嘅呢份基礎嗰份人。咁所以呢個位我會覺得係需要修正。咁所以咧，我其實更加願意可能甲方都講多啲，真係講緊政府政策嚟嘅，又提嗰啲小販牌照，我覺得佢哋可以揾多啲力量，而唔係喺即係地理，即係嗰個港鐵配合嗰一樣嘢嗰度學佢哋搞錢咯。因為其實你哋唔理我哋講啦。咁調翻轉就係，我覺得粵方都大致都能夠即係指出到，其實港鐵係咪配合營運嗰啲，或者治安係如何，其實都即係夜經濟嗰、那個嗰、那個關聯嘅，即係固然有嘅，咁但係唔係真係專注於呢個夜經濟啊。咁但係我覺得兩邊咧都有啲問題。我會聽從大家都覺得好豐富嘅理論，咁啊話即係會講到啲經濟邏輯，即係同埋經濟，咁但係聽得出經濟邏輯，OK 講下 OK， 但係我其實咧，你可能講啲實在啲嘢，例如可能政府其實呢幾個年就住夜經濟，可能佢行好咗多嘢，咁我本來係預大家可能會有好多啲例子啊，可能某個地方嘅攤檔同另一停電，可能就住呢件事啦。雙方會講嚟講下，其實邊個有責任啊？邊個重要啲？但係你完全冇聽到呢樣嘢，反而我會聽到嘅係啲外地嘅例子啦。咁外地嘅例子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語境入邊咧，即係講下就算，我唔係想發講下，因為每個地方嘅夜晚都唔同啦，每個地方嘅啲商品唔同啦。即係你譬如話台灣嗰啲嘢是好平，但係香港都唔做嘅，仲係行咗啦。咁所以我唔係太建議大家都講外國，或者唔係覺得外國嗰啲嘅例子喺呢度咁有價值，咁調翻轉我亦所以其實大家講起緊呢個例子，咁但係最後大家聽到嘅可能係一啲放煙花啊、講花車巡遊啊呢啲，咁我諗咧其實
呢個又係咪真係政府所用嘅商界所用嘅嗰啲經濟咧，定係純粹一啲即係嗰一刻大錢大錢啦，或者嗰一刻嘅慶祝啦，即係其實我會即係我會同佢講得咁多，因為就算你講可能放煙花嘅經濟，咁其實大家又唔知有冇逼過，其實放煙花大家走啦。咁其實呢個行為真係大家都唔同入面嘅嗰個嘢經濟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大家特別見到風化，我覺得係需要一啲實在嘅例子。同埋我覺得有一啲比喻其實唔係太恰當，即係例如講緊話學生做嗰啲嘢好似講考試咁，我覺得即係老師有個角色係，我覺得最後都要講翻學生應該係真係考過咯，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唔係即係我覺得係嗰個例子難咗啲問題咯，咁同埋你話變咗之後去教育啲，我又係有少少嘅，即係我覺得咁你都要你自己出嚟都係即係最辛苦嘅嘛，即係教練即係幫人陪佢，你睇到好辛苦，但係我諗呢一個比喻都蠻好講，咁同埋我覺得甲方最後個結辯嗰度，我聽到有啲一頭霧水，因為我覺得好似點解你問，點解好似自己喺度搶自己台嘅？點解講緊甲方政府啊，方面啊，做錯啲咩咩咩，令到香港經濟突然間咁啊？我覺得有少少聽到有啲啱。我諗你想表達嘅就係其實你想同政府嘅政策唔足啊，即係例如啲反例，可能以前就表達成政府咁樣做咧，經濟唔差。我諗你可能攞到嗰、那個表達上面嗰個啲，如果我就會聽得粗線，其實呢樣相關嘅咧，點解你會突然間喺度話政府嘅？咁同埋有一啲例子又係我覺得又唔係太啱嘅，就係你講緊工廠或者去到一啲畫廊咁樣，啱啱提到呢樣嘢。咁但係呢樣嘢又唔太關，我相信大家南中嘅嘢經濟應該唔係好錯咯。跟住上次你話大學嗰度，咁我覺得都係一啲奇怪。咁我諗就算小紅書嗰啲人，佢大學嗰度大家應該都唔一樣，應該主要都係即係嗰啲風景啊，即係中大啲人，你都即係我諗入口去嘅嘢，即係我諗佢想，即係我需要你引呢個嚟做，我有啲奇怪，但係我拍完。但呢個位置，我又覺得有少少 backfire 就係，咁難道你哋講到話商界要吸引
顧客係基本嘅嚟嘅，即係冇嘢經濟嘅時候，佢咪本身都要吸引顧客㗎。咁喺呢啲位置，等我就更加分唔清楚喎。咁邊個更加係夜經濟方面更加重要？更甚係，如果你哋雙方推到好極端咧，例如正方講，我收曬啲立鳳小反彈，我冇曬係進去，夜經濟會存在。但同小似粵方所講，啲商户突然之間即係精神失智咁樣，就拋一啲勁垃圾嘅食法或者商品出嚟，咁一樣都允許。咁呢種討論係冇意義㗎嘛，因為你哋雙方係要同意嘅，就係推動呢個經濟，但係雙方都有角色，雙方都不可能係完全擺爛或者完全退出嘅狀況，都係推動呢個經濟。所以你哋應該更加討論嘅係個角色嘅分歧，而唔係單純想抽走一個角色，就嗱，你睇下冇咗政府又做唔到啦，或者係你睇下冇咗商界支持又做唔到。咁呢種比較兩個，我覺得比較即係經濟上比較平，唔係好清楚個結果個過程應該係邊。所以我覺得我有少少建議係咩咧？就覺得因為今日咧，我覺得雙方個主線個設計咧就係好有心思，即係無論係甲方嘅天使嘅人啦，但係粵方所講用持份者，即係例如一開始會講到話佢係一個倡議者啊，一個執行者等嘅角色。我覺得你哋應該更加多啲運用你哋本身主線設計咗呢啲標準去作為個衡量，即係個議價，邊個更加重要？因為其實就算今日雙方咧喺即係負面嘅位置啊，自由辯論嘅位置啊，通通都好常嘗試咧去講一啲即係都會話啦，我哋討論下個標準啊，我哋睇下咩先叫更重要。但好似係口號式喊話，我覺得你講完之後都唔好聽得出邊個更加重要。例如先啊，由粵方會講話，佢呢個係咩領導者，呢個係執行者。咁但我就諗領導者同執行者邊個重要啲咧？咁我又係聽唔到個比較。同樣好似係甲方咁樣講。即係甲方都有講過話，即係都要相互去幫手支持執行。咁咁你口中所講嗰啲，有個提供咗嗰啲開始個可行性，即係可以有車搭啦，同埋佢會唔會有意欲搭車去嗰個夜市，即係有啲商户吸引，咁又係冇比較嘅。所以呢個位置我覺得係，我覺得可以再思考多少少，究竟可以點樣更加好運用你哋本身都更有心思去設計嘅主線。然後最後一樣嘢就係、是。我幫佢翻返去資料位置，就係、是我有啲唔明白點解會即係成場呢啲夜市，關於呢個，甚至你推動嘅台北啊，或者係其他外國嘅夜市經濟啊等等嘢，啲資料都係比較缺乏。例如好似你嘗試會講話咩灣仔夜市啊，跟住你舉出嚟嘅解釋係咩？就話人影都冇剩。咁我就咁樣，真人影都冇剩。點解明明呢啲夜市咧？例如可能我最近即係自己聽過，我唔知你聽。因為無論係政府主導定商界主導，都各自係推動咗唔少夜市或者夜市。例如我有一個例子，我唔知道這個例子啱好冇用啊，但我有聽過係唔知咩高登商場啲電腦業協會自己商界搞咗個唔知夜晚買電腦嘅活動啦，我唔知點解咁做。但咁你咪可以用呢啲做下比較咯。究竟係一個政府領導推動緊呢個夜市？同埋一個商界自己自行推動嘅嘢事，咁邊個人流多啲，邊個消費量多啲，邊個個成果更加好，咁呢啲應該會比你哋單純係啦，即係嘗試一啲收錢同埋人影都冇正，人山人海好多人咁就能夠更加聽得清楚咗咩。同樣都係啦，即係粵方都有講，例如台灣咩士林夜市咁，咁你講話士林夜市係商户去支持，但我又喺度諗緊啦，咁台北市嘅自己嘅觀光局啊、旅遊局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宣傳，甚至當年即係台灣興起呢啲嘅旅遊嘅時候，無論即係佢宣傳佢珍珠奶茶、炸雞扒嘅呢啲嘅角色形象，其實好多時都係用政府嘅宣傳推動。所以喺呢個位置上，我覺得不妨你哋可以再真係嘗試用多少少。已經發生咗呢啲嘅活動、呢啲事情嘅資料，咁可以更加去論證到你哋推論。如果唔係嘅話，就好似聽緊大家喺度，即係單純暢想緊未來究竟應該要點做，但係咁實際上個實際效果係咩咧，都係唔聽得唔清楚。但我諗以上都好明顯，我覺得大家啲培訓跟翻教練安排咗。多謝。大家好，全場比賽聽得最開心的就是自由辯論那句最重要都是教練但係當然啦，即時嘅諗法就是如果冇隊員打比賽的那我哋啲教練存在的意義都不大啦。咁啊，好明顯就係甲方係從未經歷過唔夠隊員嘅要去賽嘅嗰啲嘅機會啦，即係冇經歷過呢啲咧，就會可以講話，唉，
最唔緊要都係教練。咁我話我梗係希望我啲隊員都係咁諗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場比賽咧，其實甲乙雙方好似頭先阿威評判所講啦，咁我略略補充少少。首先喺嗰個辯題嘅時空上面咧，係唔係好鎖定得好扣緊到呢條辯題嘅？譬如啦，呢條辯題講話香港嘅夜經濟啦，咁但係大家咧，即係有好多嘅例子咧，都唔係香港嘅例子嚟。咁同香港嘅嗰個嘅掛鈎咧，就未必係即係好足夠啦。譬如舉兩個例子啦，譬如聽過幾個地方名係好幾次嘅，明洞啊、台北呢啲等等咁樣。咁住方類提出嚟嘅時候咧，要去論證，一嚟啦就要去解釋啦，呢啲嘅地方點解咁成功啊？即係你哋講咗個理論出嚟，亦都舉咗啲地方名出嚟，咁但係實際上明洞一開始佢係乜嘢嚟嘅咧？即係可能係好荒蕪嘅一個地方，咁嗰啲嘅商户點樣慢慢聚集，點樣自己形成一個嘅經濟體，甚至乎喺呢個嘅夜經濟上面係有一個舉足輕重嘅角色啦。台北嘅夜市亦都係一樣啦，嗰啲商户究竟係一開始冇理由突然間就爆一個夜市出嚟噶嘛？佢梗係慢慢去累積出嚟噶嘛？咁嗰啲商户喺嗰個過程裏面究竟做咗啲乜嘢？咁呢一啲都係你哋需要量證嘅嘢啦。就算你哋覺得我唔係講香港嘅例子都好，嗰、那個例子都係，如果係咁樣嘅演繹嘅話咧，我會聽得更加清楚。點解嗰個嘅商户嗰個角色咧，佢所謂做實事嗰啲嘅實事係啲乜嘢啊？咁你哋提出嘅另外嘅主辯稿嘅，亦都有提到一啲地方名係香港嘅蘭桂坊啊、女人街亦都係一樣。咁究竟佢哋一開始點樣嚟嘅咧？嗰蘭桂坊，咁如果有聽過嘅就係蘭桂坊之父盛志文啦。咁佢一開始其實喺嗰度開咗間餐廳啫嘛，自己。咁點解搞下搞下，突然間成條街，甚至乎成個地帶都變成咗係一個夜經濟非常之暢旺嘅地帶咧？咁嗰個嘅發跡史咧，其實係你哋需要補充嘅。咁我會期待喺附件嘅時候補充啦。但係你哋提出更加多嘅名啦，譬如中環啤酒節啊咁嗰啲，亦都係一樣啊。你哋好強調就係、是、喂，全部都係商户自己搞嘅喎。但係就佢點樣搞，同埋佢搞得幾成功，點解佢係商户自己搞，所以佢咁成功？咁當中嗰啲嘅關係都係要解釋翻清楚。咁令到我覺得，本身係應該有啲交鋒位嘅咧，就係、是、真係去到甲方去應你個蘭桂坊啦，佢真係同你講蘭桂坊嗰啲乜嘢人踩人嘅事件啊、人流管制啊，咁我就覺得大家至少係都係討論緊香港嘅夜經濟，亦都係以往香港發生過嘅非常之出名嘅一個實例。好啦，希望係可以喺呢方面有個即係比較啦。其實就粵方你哋完全係唔需要迴避嘅，甚至乎都唔係迴避啦。未必係有呢個意識就執，就係、是、佢要講人流管制人，講嗰啲避免人踩人事件嗰啲，你咪照樣同佢比較。究竟我哋嘅蘭桂坊之所以咁成功，係因為你個人流管制，定還是因為我哋嘅商户嘅創意，因為我哋商户嘅其他嘅做得好好嘅投資？咁你就要同佢稱喺呢個嘅實例上面，咁你咪可以更加比較到你嗰個更重要嘅角色係點樣。所以我覺得今日雙方提出嚟嘅好多嘅例子咧，喺一條比較嘅辯題裏面，應該有一個更強嘅意識，就係、是、好啊，我跳落你個例子度同你做一做個比較，點解？尤其是雙方都講過同一個嘅例子啊，按道理係更加有充分嘅準備去做呢一件事，咁就會更加好啦。去到甲方去到後期咧，我覺得佢講咗一個嘅重點嘅，咁但係就應該提早講咯。Rather than 好似評判頭先都講話嗰啲講地鐵嗰啲，呢個真係講太多啦。咁如果你係要講嗰、那個，即係如果雙方都同意啊，呢、這個夜經濟嘅推動咧點樣為之成功咧，要好長期嘅，唔係一次半次啊，放下煙花咁啊好多人啊，放煙花嗰日就好少人啊咁樣，嗰啲你哋唔當係成功嘅話咧，如果你係要更長期，我覺得甲方去到後期尤其是自由辯論講嘅嗰個調。嘅作用啦，其實係更加大嘅一個重點嚟嘅。點
解咧？因為我哋如果真係放宏觀咁樣睇成個香港嘅經濟，佢有起伏噶嘛，佢有一個嘅高低起跌，有經濟好暢旺嘅時間啊，即係誒百業飛騰嘅，亦都有一啲係哇百業蕭條嘅時間咁樣樣，失業率好高啊，又或者係市道好差啊等等嘅嗰啲時間。政府點解佢呢個調節嘅角色咁重要啊？因為建基於大家都覺得要長期咁樣去發展呢個嘢，就係先算係成功嘅，咁先算係有效推動嘅。政府咪可以長期做到呢樣嘢，無論經濟順逆境，無論經濟好壞，我都一定可以擔當到一個角色。哇！商界就唔係啦，哇爛市喎，哇咁差喎，我啊走啦，買撤資啦，過去新加坡先咁樣。諸如此類，咁呢一個就係、是、如果啊甲方你係要講嗰個嘅調節嘅作用嘅話啦，我反而覺得係應該係用咁樣嘅方式去陳述，就會更加好啦。即係你從一開始已經講咗，其實夜經濟你甚至乎可以講遠少少嘅，香港好早之前已經有夜經濟，咁啊一即係係十九世紀嘅時候已經有啦，咁樣嘅。咁百幾年嚟，究竟香港嘅嗰個夜經濟點樣高低起伏咧？而在跌的時候，政府點樣做一個個調整、調節的角色，令到佢唔好跌得咁急，令到佢唔會係完全冇咗嘅呢個嘢經濟。咁所以點解近嚟即係亦都呼應翻頭先兩位評判所講，喂，其實好多近期嘅例子，點解近期而得咁多例子咧？哇，雨後春筍喎，突然間爆勁多嗰啲乜乜節、乜乜節咁樣嗰啲，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而家市道唔好啊嘛，而家經濟差啊嘛。所以呢個調節嘅角色就發揮作用啦，政府就係咁搞呢搞路啦咁樣樣。縱使你冇理佢成功失敗，學似你哋話齋，我哋唔怕事嘅，係嘛？咁唔怕事，所以佢咪可以走出嚟去持續去搞下活動咯。就算係有一啲即係市集間中係真係學似你哋話齋鬼影都冇隻嘅咁樣樣，都唔緊要，我照樣可以繼續搞落去。搞到經濟好翻為止咁樣樣，咁呢個嘅嗰個嘅調節嘅作用咧，反而係站在啊甲方嘅角度咧，就係更重要嘅角色啦。因為咧，無論順逆境咧，佢都可以存在，可以好持續、好長期咁樣發揮呢個作用。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如果係甲方嘅話，我希望會重點去講嘅嘢啦。粵方嘅就係、是、你哋已經有好多例子啦，但係睇個名。亦都有個理論啦，都係啱嘅，但係兩者要結合。多謝。唔該曬，謝謝你哋給予嘅評語。而家由我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嘅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為粵方第一副辯關樂耀同學。接住落嚟宣布賽果，今日嘅賽果為。粵方得票為三，換句話說，今日勝出的是粵方孫道偉陳瑞之耀。